你觉得意大利菜的火候和中国的火候有什么区别？在扒类上面会比较把控火候。比方说想吃一个意大利的扒类，它的火候的讲究是什么？肯定开始是大火了，然后像煎牛排，一块牛排你肯定是先热锅，最高的温，然后去让它生成一个焦化，对，然后再关小火，然后再让它内部熟透，熟或者说不熟，对，看这因人而异，对。我知道意大利面煮制的时候跟咱们中国的挂面煮制的时候好像是完全两回事儿，它时间很久，对不对？对，基本上是8到10分钟，水开，加油，加盐，其实这些东西都很简单，并没有说外面说的哇，应该意大利面啊，应该要很复杂，其实你会做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反而没有我们中餐来的很多的程序，没有，其实意大利餐就是一个简单健康。你自己会用泉州的海鲜来做意大利菜吗？会啊，我们用的海鲜也蛮多的，有一些植被类的东西啦，然后虾啦，鱿鱼啦，八爪鱼啦，这些都会有用到，是。那如果老百姓在家里边想要做的说，哎，我这顿海鲜或者我这个菜想要做的有一点意大利风味的话，意大利风情的话，应该用哪些调料？调料的话，大部分还是用橄榄油是必不可少的，盐、黑胡椒、柠檬，然后如果说喜欢罗勒的话，可以加入一些罗勒，对，或者欧芹，欧芹，对。